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方言报道。先来关注台湾方面有啥物新闻。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台军将在了这个月的八号进行为期五日四暗的汉光二十九号计算机编辑推演，模拟大陆解放军2017年以辽宁号航空母舰歼灭军重当攻台。大海空军将以无对称歼灭分进环节以联合制空为严重重点，而且部署航母杀手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反击。消息指出，台湾三军统帅马英九受军方的邀请去看，据了解，美国2013年未登台军 JTLS。甲太平洋司令部等美军指挥中心的系统相同，两件版本可以更新，被形容为大型在线战争游戏软件。JTLS 唔呐，细到连级的兵力都可以推算，大到国型的航母的攻防后参数，还佫可以预估导弹命中的几率，数据是非常的精确。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马晓忠七月一号说，即马岛内社会对服装贸易协议存在开放大陆人就业市场进入障碍，各岛的竞争、人才流失、可以重启协商等各方面的误解，必须得厘清。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马晓忠说，是毋是开放大陆人就业的问题？除了来台湾入资所必要的投资人以及高阶层的管理人员以外，当局无开放大陆劳工来台湾。开放入资唔那袂冲击岛内就业市场，反而会因为入资雇佣台湾人，增加了就业的机会。第二，有人认为大陆比较无语言文化障碍，进入市场的障碍也低。但是服务业关键不在于语言，而是管理以及创新的能力。这方面台湾业者有竞争力，所以不免担心。第三点，部分业者担心说入资进入台湾以后，是不是因为过度竞争来冲击台湾的产业？海基会认为，台湾服务业是饱和的市场，入资进入的空间已经也小。相比较台湾，大陆服务业也是成长当中的市场，对台湾业者的利益相对比较大。第四，是对人才流失的担忧。海基会表示，台湾服务业的市场相当小，优秀人才缺少起点的空间，在压缩的空间内面竞争，反而互相伤害。若是开放大陆市场，不断有优秀的人才到大陆来发展，台湾也则可以不断的培养优秀的人才，让人才活水不断的产生。最后一项误解是对两岸服装贸易协议可以重启协商的误解，海基会说至今无重启协商的案例。由上海文化联谊会、中华文化联谊会、上海市海峡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第三届海派文化艺术节，在6月29号至7月3号在台北市举行，成为今年上海和台湾两地文化交流的重点活动。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采用精品展示和观众互动的方式，选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中，反映城市文化特色，体现城市文化品味的传统技艺和传统的美术14项项目，200多个作品，其中包括海派玉雕、紫砂艺术、木板水印、家庭叠刻、松江古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凸显了鲜明的海派文化特征，展览吸引也侪台湾观众。佮表示说，有机会希望放欣赏到更加精彩海派文化电影。新闻广角为您打开一扇资讯的大门，泉州的大事小情听我一一道来。新闻热线223-5个0，有事您说话。温暖泉州，我们共同温馨。有想法，有观点，您的声音这里来放送。新闻广角，关注民生，服务社会，每晚8点，真诚守候。
接下来关注泉州市区电动卡拉车登记上牌话题。那甲上牌头一日诶，即种野乱诶情况相比，昨日大多数登记点都已经比较有特色，制定出符合自身特色诶制度。工作人员也总结出一些影响车主办理速度诶事项。昨日天光九点几，洪德派出所内面电动车上牌的窗口了排野长的队伍，但是皆比较特殊。天气热，派出所伫了口外搭起家用棚，泡好地饼，还佫准备了一撮药品。根据时间表，7月1号至10号是下位社区居民的补牌期。派出所佮社区协调好势，由社区方面负责相关手续的初步审核。电动车归属证明，他要到社区去盖章，然后社区统一差不多安排他一天，比如我们第一天，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能承受多少，他第一天就少晃一点，少盖章一点啊，那我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再到我们大门来，我们再排队取号，取排队号，今天的那一个人一个号，那你啊对号。顺序来排队来办理登记。昨日天光，派出所是去上班50号，押金就去领去了。安尼既保证办牌的效率，又搁避免车主扛单。根据规定，身份证地址甲居住地址无一致的，需要提交身份证以外，啊，着搁提交暂住证。分泽、吕城、还有洛江、还有开发区的。其他的外县市的啊，来居住于我们这里面，去拿他的身份证，啊，还有到我们这边这个户籍窗口办暂住证。其他的居住于其他街道的，他就到其他派出所去办。工作人员提出一些建议，只需要提倡车主家己照相，但是也侪人照的相无符合标准，所以也是到现场去照较好势。车主若是需要其他人代办上牌的服务，应该着先填好电动卡拉车业务委托资，委托人甲代理人签字好势。代理人除了带相关的材料以外，还着搁带家己的身份证。接下来，咱来去市区东湖派出所来看一摆嘞。经过昨日一日的磨合，办牌民警对流程重新进行梳理，效率明显的提高。根据片区的划分，昨日是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居民电动车集中上班的时间，天光8:30，门口就已经排长队。材料我们也是直接到社区里面去拿了，拿那个材料来填哦。手机那边过了，现在在等加号了。因为长队有限，为了说较袂挤，登记点是先排队叫号，一摆是放八台电动车入去，办好一批，再搁办下一批。天光一点外钟时间就已经办去20几台。通过昨天跟今天呢，我们效率就提高了差不多5分钟，昨天要20分钟左右了。今天大概市民呢比较有秩序了。看东进介绍，拄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台较老较旧的电动车，车架号甲电机号已经生产外损，无法拓印清楚。那这个潘警察提醒，有类似情况的车主一定要记得带原车的合格证。我要说明一下啊，所有车辆这个合格证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买一部车都有一个合格证，那个合格证的车架号码跟登记号码就非常清楚了。如果你车架号码那个生锈了或者模糊不清了，以黑格证为准。为了防止一些来历不明的二手车、黑车，对无法提供原车合格证的电动车，除了要求车主要开相关的证明、复印上这个品牌合格证以外，工作人员也会严格核对每一台电动车车架号和电机号，录入去档案了。这样预防的话，有的人那拿黑车过来，然后来洗白。那我们如果有发现市民如果有自己的合格证丢失以后，那他车子的话，他把合格证拿过来，然后又有他的购买车子的手续的话，在我们的档案里面就可以查得到。另外需要提醒的是，电动车资料录入的过程当中，需要发送验证码到联系人的手机，经办人的手机一定要随身带，才袂耽误上牌。每年的暑假，各地都会发生因为无安全的水域
去迄搭油烟发生脊髓神亡的代志。那记者伫咧石狮部分水库水井采访的时阵，就看到袂少市民因为说为了爱求亲啊，就走去野外了游泳。我现在是在荣清水库，现在是下午的4:55。那我身旁有一个禁止游泳的提示牌，但是呢，我们在水库当中还是看到了不少市民在游泳，而且大部分的市民呢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一旦发生溺水事件，后果不堪设想。在水库边的墙面顶面就水深十米、严禁游泳的警示标志。在咧水内面游去几转，起来休息的蔡先生记者说，今日下晡都有真侪人的。三周来这台游泳，有经常过来吗？天天来。我看你没有采取什么其他的那种防护措施啊，这样子会不会很危险啊？我都在这边游几年了，每个地方我都知道。随后记者经过红山镇顶区附近一个水井的时阵，看到一个面积大概是200-300平方米的圆形水井内面，八九个市民在这台咧游泳，市边头无救生员，也无其他的防护措施。啊！伊都说中坑哦，10米啊。边头啊，是无？边头啊，说4-5米。所以市民无交位啊嘛。啊，大家皆收啊，干啦。无收啊，有位啊，还是来学的种。啊，有诶来学收诶。就伊都也毋捌听伊出代志啊。无有养殖性。啊，是啊，有诶啊，无有诶，就走去大海诶咯。石狮水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库也是水井，山位长，长野外水啊，水位深，水下面也浅，容易求滚，加上位置较偏僻，交通不便等原因，一旦是有人脚水，根本就袂赴咧救。为了安全考虑，市民应该尽量选择安全系数搁较近的室内游泳馆。我们水库一般都在这个野外，那么它周边的地形比较复杂。水下的情况有一些有淤泥，有一些是水草比较多比较长，所以它这个在水库这个库区里面游泳呢，它存在的对安全呢有很多不确定性。今年热浪台中桃子区洛阳镇洛阳村的群众出来经常无水，日子也排过。记者采访的时阵，水枪负责人表示，将更换旧的更来缓解群众用水的困难。昨日天光，旧更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在台中桃子区洛阳镇洛阳村村民的厝内，经常是无水。洛阳镇自来水厂的负责人表示，水厂日供水量只是6000几吨，而实际需要的水量在10万吨以上。加上原有的镀锌管已经使用将近20年，老化严重，部分所在已经有塌了，导致洛阳村的地势较悬的群众用水困难。在日天光8点，洛阳镇自来水厂旧更改造工作正式开始了。洛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自来水厂是1995年建的，是顶办企业，主要供水范围包括洛阳村、石头村6个村，覆盖群众大概20000人。近几年来已经是超负荷的运转。之前工作人员发现管网严重的老化，逐日至少有1寸立方，也就是3/6的水是白白的流失。离管网更新的工作已经被列入镇政府为民办事处项目。从今年开始，已经把禁区哦这个旧管网改造列入为民办事处项目之一，已经招投标完毕，也正在施工哦，对这个破损的所有管网进行重新的更换。各镇长说，更换旧管也只是暂时的缓解，因为用水量增加，当地正在咧建设一座日供水40万吨的新水厂，就是正在咧建设当中的新水厂。土建工程已经完成40%，管道的铺设工作也伫咧开展，因为电杆条加市场场需要着刷，工程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有个第4、第8、第6，这个是遇到那个高压线这个问题，这个三个建筑物可能就要等高压线迁移的时候才可以施工。所以一定要出厂迁完之后，高压线才能移到那个位置，是这样的吗？嗯，对。然后我们现在可能有在跟电力公司协调，在确定一个可能会比较快的方案，有可能是改成电缆来施工。一些这个民事的，包括一些这个猪场，我们要按照这个水长的要求，我们要清理。好，那么我们也跟业主正在谈，在洽谈，合理的赔偿，我们也正在抓紧。
啊，这个从近期来讲哦，这个不会影响我们整个进度。葛店长表示，市场长临近水厂储水口废水间隔，虽然无影响水质，但是为了保证饮水安全，市场长觉得水厂的倒山水必须要搬走。目前已经采取分时措施的供水，爱在了旧水厂增加一台加压井，尽可能的保证群众保人饮水。6月28号，晋江陈德顶含德村一个出租房的简易浴室内面，一个正一个随行的查某囡仔落落去学教了，不幸死去，脊髓身亡。那这个简易搭起的这个浴室到底是上阿搭的，上阿应该就为伊意外死亡来负责任呢？咱来看记者对中报道。6月28号暗，九岁查某囡仔小军伫咧出租房简易的浴室内面洗身，拖脚突然间塌落去，一囡仔落落去水沟了。因爸母发现，赶紧大声呼救，但是伫周边群众帮助下面，伫将这个小军扶起来以后，已经停止呼吸。小军的爸母发现，浴室下骹的拖脚只有几支钢铁，下面是铺几个木板，顶面是盖一层薄薄的水泥。在了学校顶面，这座简易的浴室到底是上阿搭起的呢？房东李坤明说，是上阿搭，伊也唔知影。几年前只是踮在河道顶面加几支钢管，放几块木板。你拄啊，我计是咧扛柴，拢滚起。啊，迄日我来拖上了，我来家己家己倒来看，才看到倒咧空在倒巴土咯，才迄是临时用的仓库，我无包括伊在内，无包括伊在内。是啥件呢？我伊，我是头前我拄一个哦。到底是迄个还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小军突然表示，我本地车无去头前迄个，这个是这個，迄个是过年两床。小军突然表示，因是去年才租这台厝，这个查处之前就存在一段时间了。他就说我们自己搭的，你说可能吗？总拍过去可能自己搭的吗？那些都腐烂的那么严重了，不可能自己搭的。记者看到小军出事的浴室，就伫了这排简易大概茶厝啊，正中位。离浴室边头还有两间茶厝啊，皆有人伫了使用。陈师傅就将其中一间当作临时的厨房，起码出人命。陈师傅啊，感觉也惊。我们自己哪有要钱带啊？他们带的。我们也打算要搬了。啊？打算要搬走了。打算要搬？为什么？啊？为什么要搬？那也不安全了。但是对这个因到底是上啊，陈师傅啊，一直说不得出来，不愿意解释。有租户表示，因计是这一两年才搬来这家店的，当时这座茶厝啊就已经有了。到底是房东起的，还是之前的租户起的，起码已经说不清楚了。这座茶厝啊，几乎都存在基层、更改、生产、老化等问题。在了陈德顶的含德村，类似这种沿河沟边来搭简易的茶厝啊，还阁袂少。而且沿着事发的河沟边往画图方向行去几落百米，发现河沟边三四个茶厝啊、铁皮厝，皆已经荒废，有的是当作土木工在了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昨暝，市民王先拍阮热线电话，说有一辆价值大概80000元的公路卡达车停伫了东湖公园附近一间牛排店门口，啊无三分钟的时间就当贼咧偷去。视频内面甲饮料的大部就是偷一辆公路卡达车的迄个大部。据王先介绍，6月29号暗9点几，伊甲朋友坐车去东湖公园附近，拄好吹大就甲朋友入去牛排店内啉饮料，将车停了门口。这两辆车摆放在这个玻璃隔断的门口这边，靠在那里没锁，然后就进去坐在靠窗户的那个位置，再跑过来喝几杯饮料嘛，然后可能玩一下 WiFi 什么的，然后就一下没注意，然后可能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被小偷偷走了。发现车无去以后，王先马上报警，调出监控来看，这个偷车的大伯到牛肉店附近去买一瓶饮料，发现王先跟朋友两辆车皆无锁，就踮了车附近看去大概三分钟，就将车坐了走。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红人报道，我是陈莹，再见。进口。
口热带椰果，超大果粒，冰糖熬制，很 Q 很清润。喜多多椰果王，热烈祝贺金轮牌大米赢得中国知名商票。农家新椰果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味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清，你知道吗？拉肚子容易伤肠道，拉一次往往伤一次，简单止泻可不行。康恩贝牌肠炎宁五味中草药，治肠炎止腹泻，现在拉肚子用康恩贝牌肠炎宁。交通安全有序，我们共同努力。好儿游提醒您收看二十点档全市剧场。华美360度全鼻整形，连锁专家团队，融合面部五官比例，全方位打造完美鼻型，俏丽美鼻，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治不孕到玛丽，泉州玛丽医院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症，快运热线。22871313，22871313，泉州市田安北路305。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知道这个身体有不少，朋友们好，我是你朋友珊珊。立夏以来啊，天气已经上也温热，也侪老人计无愿意踮了出来，想要去户外行行的。实际上啊，这个温热天啊，老人去到户外，经常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头晕目暗等等症状。那是出汗多，如果无及时的补充水分，也有可能会等血液浓缩形成血栓。所以啊，最好还是踮伫了厝内面适当的休息个活动比较合适。那么对这个最后的养生，要需要咱注意呢。咱再来看今日的节目。戴太阳镜要科学，热人日头伤过强烈会损伤目睭，所以戴太阳镜也有必要。太阳镜镜片啊，要选择褐色、地色、绿色的，因为这些颜色的镜片对红外线、紫外线吸收较好。褐色的镜片对任何色谱皆有法能均衡的吸收，地色的镜片有法能累积大量的蓝光。可以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对空气污染严重或者是高雾的情况下面戴效果会更加好。直接换洗头水五六头毛，有一个人爱经常换洗头水，其实安尼做无科学。头皮对洗头水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若是直接换也容易对头毛造成损伤，所以伫咧洗护头毛的时阵啊，应该着选择相对稳定的洗护产品。用适合家己的一两款品种，一直使用就做了。加食西瓜，着小心变肥。立夏以来，是毋是有人感觉说莫名其妙就肥起来了？罪魁祸首啊，有可能是西瓜。西瓜虽然一直以来有低能量之名，其实啊，半粒西瓜就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而且一粒是一点仔都袂感觉说食野侪物件。西瓜富含果糖，而果糖的饱腹感是相当低。
容易出水的特性来降低饱腹感，但是无额外增加运动，饭后搁来半粒西瓜，真实是着水利咯。讲最近养生啊，咱先讲个 Star 咯。虽然呢是泉州中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苏家福苏先为咱带来当病下地下的节目，马上开 Star 节目，搁较精彩。不治一病，治万病。立派以来，为了对当归免受